2018 NBC 放送演艺大赏红毯，29日晚间在 NBC 登场。今晚典礼由 Big Bang 胜利、Girls Day 惠利以及全炫茂主持。穷名丈夫，我独自生活，真正男子汉，全职干预视角。各节目的主持人也都纷纷亮相红地毯，特别是 101将丹尼尔惊喜现身典礼。今晚单独走上红毯，让他直呼不习惯。네안녕하세요오늘의강단입니다일단멤버들없이오니까좀어색하긴한데들어주셔서너무영광이고오늘도재밌게잘즐기다가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除此之外，刚退伍的光熙，还有女团 Lovelies 的美珠，也以颁奖人身份受邀出席。Highlight 梁耀燮则以广播节目 DJ 身份现身，将在明年一月入伍的他，受访时小心翼翼的回应：“제가그군입대를앞두고있는데요，조심스럽습니다，조심스럽고。”다른분들보다좀늦게가는거다보니까죄송스러운마음이굉장히크고요그래서꿈꾸는라디오도1월6일날또안타깝게하차하게되는데 그때까지여러분들에게또9시부터11시까지여러분들의밤을또제가책임지도록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粉丝们会等你的还有哪些明星们盛装踏上红毯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Thank you.